是啊，我们邓永生先生呢，为各位战友表演。我们这个表演团队呢是这样的啊，我老师是省的飞船的人啊，他这几年了啊，带了很多学生，但是也不是名义上的什么徒弟啊，就是大家玩一起啊，一起玩啊，大家很喜欢的话啊，他就跟你说一下建议 啊。我们是很随意的地建啊。这个我们是个大兵啊，我们说的大兵啊，那个是刘哥，那个小强啊。好，好嘞，没事没事啊。好，这个正卦啊，你看那个尖角啊，你要去着重的看这个尖角是南麦花店的精髓，是最难的，尖角是最难的啊。好，好，不错，哎，那很畅顺啊，是吧？电子不对了，它就会调整了啊，就调整了，哎，不错啊。好，这个是后倒劈紫金冠啊，好啊，增加难度了，那叫穿了，我们叫龙撞天轮啊，增加难度了啊。你看这个是啊，我们叫反卦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因为我们这个南麦花剑的剑子啊比较弹，就比起我们北派来说呢就比较弹，所以我们在这几年呢就把那个剑子啊，那个剑性呢就是这个是龙跳天门了，哎，对了，不错了，哎，三个了啊，不错了，好好，你再把这个踢稳了 OK。 好，你看这个正卦是不是漂亮啊，哎，你看都是有功架的，他已经把很多的艺术元素啊已经融入进去了啊，现在的很多艺术元素融入进去了，所以看起来很好看的，我们南麦花剑不是这个踢剑的问题啊，它是一种上升到一种艺术啊，艺术那个角度，首先要把剑子踢好啊，剑踢好以后呢就把那些艺术上的一些造型可能融入进去啊，对，好，好，漂亮。这个是很难的，这个是说叫罗成下马枪，是不是好像那个你什么唐代那个隋唐的时候那个罗成啊，那个下马枪啊，我们那个名字是很形象的啊，这个叫金龙抱柱啊，好，对，哎，不错，好了，金龙抱柱是不是很好看啊，哎，小强那个是观音坐莲啊，观音坐莲，我们都有个很好听的名字了，哎，对呀，要放松啊，哎，对，好，这个是扳肩，哎，好，再来帮忙啊。那我们这个是劈叉，劈南麦花剑的很多高难动作的啊，我们是那个劈叉动作啊。所以要求呢，我们南剑呢，如果踢得好的话，要求那个马步要很稳稳。啊，这个是哪？这个是那个组合了，组合花式的，一个是花龙加那个过剑啊，哎，不错，哎，好嘞，传送，好漂亮，还是很漂亮啊，好，这个啦，这是抱月，我们说叫抱月啊，好，好，啊，这是，哎，这个他传的时候啊。因为那个地方有限啊，地方有限，它有点不是很平啊，哎，这是抱歉了啊，哎，对，好，先来，那位置不对，大家都送剑了是吧？就是很讲配合，我们是很讲配合的，你看，好，漂亮，这是很高难度啊，这个是高难度啊，要求那个马步啊，马步要很那个很站得稳啊。好，不错，再来，好，漂亮，哎，刘哥很漂亮啊，刘哥这个剑子，好，漂亮，好，大兵好，做得好，这个剑子，谢谢，哎，对了，好，好嘞。好，拿半头了啊！你看，好。
哎，好，我们这个蓝胆如翻身了，我们就其实呢，蓝胆发现除了跳，中装还有这个地毯是可以打的，就我们这个是参照那个地毯拳那个动作啊，所以蓝胆发现那个花式啊是千多万有的啊，好漂亮啊。漂亮，看是不是比起来很流畅，是吧？就是有观赏性啊。好啊，加个动作，你不要看到简单的，很难的，还要那个起伏这个动作协调性的。好。我们这个好，这个我们是两个动作加在一起啊，这个是你看一下，这个是反挂啊，看起来容易啊，真的打起来很难的，所以要千锤百炼啊，就是首先我们要玩啊，玩得好了再追求下一个技术难点啊。你看，都是四个脚法是吧？尖脚啊，好，尖脚啊，侧脚啊，后底啊，平脚是吧？你看，哎，对了，好，漂亮，好，好，慢点，慢点，好，来，我们叫巨剑啊，就是啊，飞身巨剑，当剑子死了以后，差不多死了，他能把这个动作，把它一下子把它，是吧？好，马爹。好。是很多很多很多啊，把它都是平常其实都看到的，他们把这动作都融入进那个我们这个踢篮线这里了，所以呢就有观赏性啊，除了好玩还有观赏性啊。我们那个邓老师呢，他从12岁开始踢毽，今年都62岁了啊，总共踢了50年啊，比我年纪还大。我们这场上的，你不要看我们那个小强啊，踢毽呐，都踢了差不多10年的了啊。好啊，这是旧毽啊。好，要踩下去看看能不能踩下去。位置要好，要踩下去。好，漂亮，那边。好。好，是不是很优美啊？你看他的动作都是很优美啊。除了好玩啊，还好看，漂亮，大哥。我们就最后一脚，最后一脚。好，我们叫狮子踩青是吧？很形象是吧？好，我们连续动作了，这个连续动作了啊，这个很难啊，这个平常要多练啊，多练叫狮子踩青，我们在广东有很。那个彩丝啊，还是平常在过年的时候不彩丝嘛，就把这个动作把它融入进去了啊。哎，老哥是反坦琵琶啊，很多都是很高难的，首先要把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各位啊。